这个水箱的安装方式呢，是看前面飞就那种机型，把这水箱往前面推，装在机腹下面，对飞行来说，安全系数更高，和飞机合成一体了。吊筒的特点就是吊筒要由30米绳子，它吊筒和飞机不是一体的，对操作更困难。这4吨的满载4吨，悬停在水面自动吸水。我们训练是有范围的，最少是在2米以内吧。如果说撒不到上面的话，或者是就浪费一次机会，可能火势就控制不住了。所以说每次都要精准。